我说点什么？我说点了吗？我就跟你搭配睡。不要，我有话问你。你上次去陈乔家，你是因为他受伤才去的吧？那这回呢？ 为什么他一有风吹草动，你就这么担心他？说上次紧急撤离开始，你不要命的，跑上北区去救他。从那以后，你问问你心里面，你有一个不在乎的吗？啊？ 你问问你自己啊！既然这么在乎他，你为什么要拒绝他？给了他希望，又让他失落。我喜欢他，我不会让他难受的。 我只会一心一意对他，你懂吗？你喝多了，不管什么事儿，等酒醒了再说吧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又要说，你拒绝承认你喜欢他是因为我是吧？啊，你要把他让给我是吧？ 当什么了？你把程香当什么了？弗兰提，你也太伟大了！